各位小金粉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。话说呢，在上一集底下的留言竟然有人说我不是闪电侠，好吧，我承认其实我不是闪电侠，看来纸还是包不住火了。之前就有人说我不是蜘蛛人，我不是钢铁人，这边我承认其实我是伪装的，不过我伪装的技巧你们应该看不出来吧，对不对？就连这一次的闪电侠也跟真的英雄一模一样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呢，我要跟大家公开我的真实身份，因为毕竟已经被太多太多的网友给发现了。原本想用这个假的身份呢，在这个洛圣都可以再闯荡一番，看来现在不行了。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就是美国队长，没有错，就像你们这样看到的，我的肌肉这么大，除了美国队长以外还会像谁？没有了，就真的是你们想象的这样子，我就是美国队长，我其实不是闪电侠。那么我等一下就去换回我真实身份的服装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其实我的频道也成长了不少，那香港跟马来西亚的成长幅度呢比台湾还要高很多，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用上课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我这个系列的人呢，就帮我用力按下订阅，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3、2、1，那我们就正片开始啊。其实我的伪装技术是非常非常的好啊，一堆人也认不出来，该不会有人去猜那个什么号什么课的吧？如果你们猜那个号什么课的话，就代表你们猜错了、我不是号什么课的、我是美国队长。你们猜对了吗？猜对的打加一啊，让我看一下，猜错的打加二。想必大家应该都是加二吧，没想到我竟然是美国队长。我的衣服我记得是放在这个方向左边，先要过这个跨海大桥，冲了哦，呼呼，然后左转，哎呦，冲太快。渔港是这样走吗？不是，渔港不是这边啊，乱带路。好加在我现在有闪电侠的能力，走路非常快。我要怎么到对面那个渔港？没有可以过去的路啊！冲啊！直接走水路过去不就好了？到了，到了！太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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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快！终于到了。然后前面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来过啊，就是你看到这三个货柜前面右转这个地方就是我家哦。你们没去过的可以去看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好，这边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门是可以打开来的啊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蓝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这边有一个小蓝点，给它点下去。有有，是不是这边就可以来到我家啦？这边是一个小仓库啊，然后我本尊的服装就是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一箱这一箱东西。来，我换个装啊，你们不要偷看啊。好啦，换好服装啦！哇塞，我就是美国队长，毫无疑问的。这一次我们就不伪装了，好不好？伪装系列玩那么久了，终于用本尊的面貌跟你们见面了。哇，用我本尊的这个外貌跟你们见面，突然有点害羞啊。呼呼，走路都有风啊。跟你讲，其实这个美国队长呢，我本人是不拿盾的啊。如果看到有盾的美国队长，他一定是盗版的哦。这一定要事前宣导一下啊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衣服哦稍微有点小件啊，整个背后都破掉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他没有再大一号的啊。我也觉得很纳闷啊，为什么穿起来那么紧啊，紧到有点不舒服。哎呦，你这个人一直在看我，一直在看我，你是不是想要坐云霄飞车啊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带你去啦。
我带你去，呼呼，呼呼。阿雷，阿雷，他刚才那个是轮胎掉下去吗？走喽！冲啊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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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上次好像有两个家伙一直在弄我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叫蜘蛛人的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叫钢铁人的。可恶！竟然被他们本尊发现是我美国队长，弄出这一些有的没的，让我美国队长的颜面何在？我现在要来去找这个钢铁人报仇了。相信我，应该是打得赢他吧。重点，有人知道钢铁人在哪里吗？啊，我记得他那个东边那个豪宅，对不对？他搞不好会回去那边啊。我们去豪宅找他一下吧，对不对？用我最快的速度跑起来！让我们知道美国队长的厉害啊！呼呼，走了走了，直接切直线，切直线，切哦！呼呼呼，这样跑真的是最快的！呼呼呼，我在飞啊！超级超级快就到了。可恶，不知道钢铁人有没有在这边啊，在这边等等。哎、欸，我来，我在这原本要等，等钢铁人，不是等你。哇塞，这是谁？等一下，难道美国队长跟他有仇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就是美国队长。他是谁？怎么？还是钢铁人跟他有仇？他外面好像有一个仇家在啊。怎么不见了？哇嘞！哇，他是谁？哇、哦，完蛋了！哇塞，这个人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我被烧起来了！哇、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很痛很痛！哇，先一个暴气震你！哇，完了，我变石头了！啊啊！来来，我把你抓起来，你在哪里？抓你！一个神抓，我在飞哦！呼呼呼！啊，哎呀，能躲过我这一招的真的没几个，他怎么打不死？人类人类，来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呜呜呜呜呜！我血被他弄掉五分之一了。敲你一拳啊，你还想要出什么招？喂，再看，再敲啊！哇、哦、哇，他那招有个痛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！等一下，他手上拿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那个手套这么强？是他那个手套太强吧？可恶！如果我有那个手套的话。我那个手套，我会打输你吗？我先跑，我先跑。哇塞！我飞哦！看我一个大地震，没有弄到他。我嘞我嘞，红血红血，等一下！我不要砍我！我嘞我嘞。哇嘞哇嘞！啊，我怎么死的？而且人怎么跑到医院去了？什么啦？他那个手套太强了，太犯规啦！这样不行啊！好想要那个手套哦！可恶，他那个手套要去哪里拿？
怎么会有那一种手套？还有他家住在哪里？太可恶了！难不成他隐居在某一个小岛？但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小岛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想要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就每天晚上7点我会准时发片。那另外还有一个阿金生活的频道，你们有去订阅了吗？最近会开始上片子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